你看看，哎，漂亮的妈妈也吃即食包饭，你香不香？香，老香了。俺妈一般人都不吃，你瞧这小丫也搁这吃呢，瞅瞅，香吗儿子？你没咽下去呢，你这是我这边了，我这小嘎。我妈，我妈一般人都不说好吃，可香了。这一个你都能吃饱。饭里边饭硬吗？不硬，软软的。黏黏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妈吃啥可不忘她孙儿了。老香了。有一口完都得给她孙儿吃的。你看，你瞅啥？这你不能啃，卡着削。手肉肉的，真肉。我说妈，你煮面条吃啊。你不吃面条，那吃啥呀？就吃这个这鸡翅。你这不吃面条，吃这个？然后好咬好的。烫不得烫吗？没事。就是烫不咬。咬好吧。谢谢吧你啊。看他俩回不回来哟。听着了，又知道又出去了。你看里边，看眼里边米吗？你拿个针。这米。看看。这嘎有它小小小小黑骨头，完了给它抠出，这里边就是糯米，一点也不加上，可香了。豆豆啊，我妈很少夸一东西好吃，我告诉你了。我妈说好吃的话你就来吧，又来了。奶奶，就吃，这回要。奶奶，咬好了。老人养包饭全给你吃了一会儿。来，咬吧。不烫儿子。不烫，不烫，咬吧。这个筷子掐着呢，咬口来，你看能腥味儿都扎掉地下了。咬了拿着，咬一口儿子，不烫。出来，老整个肉，整个肉肉来。二两个味儿一点也不辣，孩子绝对可以吃。长大了给老洗脚，听不听着？长大好孝顺姥姥，听不听着？里边这米一点也不加上，呀妈呀妈呀！拿拍它圆，去圆。拍它，去咬吧。到手了，儿子，别晃，米掉出，你找你咬口吧。不烫，你咬口吧，咬口边上不烫。咬吃吧。可怕烫了，心眼可多了。那嘎不烫啊？不烫。